左营军区故事馆里面，就是有承载了一些以前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些以前的文献徽章等等。那就是对于不熟悉那个军方的人进去里面之后，他可以很详细的看到整个左营军区的概况，详细的介绍这些以前的事迹，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讲是了解国军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左营这个地方基本上也是海军的大本营，也可以同时让我们知道说，哎，海军其实有它的历史存在。那也推荐大家假日休息活动的时候可以到那边去探究竟。我觉得这样子不错，因为可以让我们大家都更认识海军到底他们的工作是怎么样的辛苦。坐落在高雄左营海军基地四海一家，今年五月正式揭幕的左营军区故事馆，开幕迄今短短半年时间，参访人次就已经突破20,000人，回响非常热烈。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这座已经形成热门景点的博物馆有哪些左营人共同的记忆。在我的身后，镇海靖江四个字正代表着中华民国海军军威的一个显现，前方是中字号的海锚，搭配后面的锚链，显现着海军锚链的精神。这面墙正是我们所有洋字号所有的舰牌集中在这个地方，里面的洋字号从民国40年到90年代负责了整个台湾海峡安全的一个保卫，也是当时候海军最主要的主力战舰。这个图台是利用民国48年当时候的空照图以及当时候的海图堆叠复刻而成。在这个图台里面有太字号的船舰模型，也有当时候我们的小火车。在我们图台的上方有10台的投影幕，我们投影出当时一位士官长在48年在军区里面既寻常又不平凡的一天生活。我觉得还蛮让人印象深刻的，对，因为除了他从一早刚开始介绍，还有各项的演训任务，然后包含他们家里面的人的生活作息，包含出船或者是可能隔壁的邻居的爸爸过世，可能要互相照应，其实都让来参观的一些退伍的军人一定很感同身受。我们后来发现左营军区其实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浑厚的一个地方，那经过我们同仁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发现左营军区跟世界的关联性，所以里面馆藏有不少的照片档案，我们是从大英博物馆，从荷兰的海牙博物馆，甚至是从日本的这个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它的国会图书馆，还有美国的国家档案局等等，从那边搜罗来的，买了它的版权。那国内的大馆更是不计其数，包含故宫啊、台湾历史博物馆啊这些等等，我们国内的大馆也几乎有很多的这些照片史料也都纳在我们这个左营军区故事馆。故事馆楼上有一块就是建业新村的自治会的所有建业新村的住户的名册，户长啊的名字，就是以便于联络啊，就是哪一家哪一号，因为当年没有旅长的时候，我们军区就有一个自治会，这个自治会就是负责对眷村的这些住户啊做一个行政上的管理，一个协助，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及时通知到他啊，可以马上帮他处理，我们自治会的功能是在这里。
不是爸爸制服改的，就是学校。学校问军中要了一些旧的制服来，把它裁短，给初中的海军啊，初中部来穿，就是学生穿的，就是海军剩下来的。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很穷，穿父亲的军用皮鞋上学上课，那时候是这样子的生活。希望借着这样子一个故事的方式啊，我希望把这么四五十年代，又特别在那个时候，把这块土地，我们土地上的人民、官兵，还有我们的眷属啊，感情之间的流动跟链接，我希望能够呈现出来。希望他不是对军事有兴趣的才来参观，我们还希望一代代年轻的孩子都愿意来。看完了以上的介绍，观众朋友们，下回如果来到高雄，不妨抽空到左营军区故事馆参观，来一趟充实的海军知性之旅。